Ya, ¿qué? ¿Qué haré? Chate. Ay, Kogi Tongsim, Kogi Hagwan, Take San, Take Hu. Ah, what do you point on Hua? Say, point at the point, the UCA, Gaube key, huh? I'm going to get you to the point. Sunday, Tori, Jui Ping, Huan. Oh, in what we want to enjoy me. What's he had a number, Siraya, Jue, Funzi, her, the Marca Taozu. Marca Taozu, Funbu, Zai, Gaupe, Tichu. 以前我们的祖先他是住在一个寿山就是柴山茶山以前那个茶山它是一个小海岛旁边都是沼泽涨潮的时候就是海水围绕退潮的时候就有一些小坑洞很多鱼虾贝类都卡在那里所以我们祖先就光吃海产就下山去那些小洼地抓就有了 那想吃山产山上有那个山枪那些野生动物所以我们祖先过着无忧无虑快乐的生活但是很可惜就在明朝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叫海盗林道乾他去攻的发现我们那个地方可以当那个海港当他的那个海劫的根据地他就打上来结果我们祖先平常都没有在打仗安和乐利过了 好几十个世代那么海盗他是专业的军人我们怎么打得赢他所以就被打败就失散了就有的跑到屏东那屏东那个我们原住民马卡道族的话语叫做阿高所以汉语就翻成阿高阿高祥阿侯城那高雄是原住我们原住民的语言那个地方就是说 竹子很多的地方塔靠塔靠那个日本人来的时候塔靠正好就他们高雄一那个音跟他们日本的高雄同一个音所以才会把高雄市取作高雄他是用我们原住民的音刚好跟日本的音一样所以爱河以前叫做高雄川塔靠那汉人来就以前他说 大告，就用打鼓，打狗，这些音都是我们那个原住民留下来的。好，那我今天要来讲那个农场管理，大概有这些题项目了。OK， 那我来讲到农业，一定要讲到水，因为水是所有生命的来源，还有生命的要素。 一般我们讲三要素就是阳光、空气、水，那我是再加一个土地，因为土地是我们要立基的地方，没土地那我们就都探空人了，悬在半空了。那你看我们台湾水用的最多的就是农业，尤其是种水稻，这个水稻因为它可以是水生植物，所以刚开始它一定要有很多水。那 没有水就没有农业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水要特别来给它研究一下。OK， 那么你看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杂草了但是其实这是人工化的，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在休耕，那政府就想说，那我们来采回大地来种一些那个菊花类的东西。那这些也可以当做 景观植物也可以当做地被植物来保护土壤。我父母亲那一辈，因为看到杂草，就是看到万秋人，因为杂草会吃肥嘛，你本来种的植物旁边施肥，结果都被那个杂草吃掉了。这是他们那时候的观念。而且尤其是蔓藤类的，它爬上去会把植物的阳光盖住， 没有办法让那个植物光合作用，那个植物就长得不好，结果率也会变少，所以他们看到这些杂草蔓藤都去之而后快了，想办法一定要弄把它弄掉，但是要弄这些杂草又很费工，所以很麻烦。那后来
那个科学家、画家他们发明除草剂，哦，那就很方便。现在的农地哈，90%以上我看除草都是用草剂。那除草剂是很毒的那个农业药哈，农药。第一个会使土壤酸化、硬化，啊，会让植物长得不好。可是你不用它，现在人工很贵哈，不用又不行。啊，其实杂草它对水土保持非常有效，好，哦，这样看起来很漂亮哈，哦。OK， 那我们这是我们在我们屏东地区，屏东很多人种槟榔树，槟榔，我记得大概在15年前，它价格正好的时候是一颗槟榔哈，哦，卖16块。那时候一斤鸡蛋正好16块，一斤大概应该有6颗的蛋了，啊，哈，8颗的，啊。那个槟榔大概这么大颗而已哦，兑换哈，哦，你们说一斤大概8颗，换8颗的鸡蛋，哦，你看那时候他们就叫绿金了，啊，哈，所以屏东那时候很多人种这个就赚了钱。OK， 可是。你说如果等战争的时候，哦，槟榔可以当饭吃吗？如果我们台湾被封锁了，没有粮食进来，哈，okay。那个家修又不听话了，啊，好，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草地哈，槟榔树，这是中央山脉，好，这是。这边就是南大武山，再上去就北大武山，这是中央山脉。这是在88风灾我拍的，你看这是白色的是什么？都是崩塌地。以前没有，就88风灾那一次大崩塌很，大概有400多处这种东西哈，啊。这那表示什么？那一天的雨真的太大了，而且我们原来上面有很好的水土保持，但是。现在因为滥垦滥伐，哦，造成土壤没有办法水土保持。那天88风灾3天内，把我们台湾一年的降雨量差不多降完了。因为台湾的降雨量一年大概2150毫米，但是那3天降了大概2000毫米，所以就造成这些原来可以吸收的水分已经吸不住了。就整个冲刷下来，好，所以整个就很多崩塌地，好 ，OK， 好，你看这山上，这是正好崩塌过后我去拍的哈，你看这个树根那么深，啊，那日本人当初来台湾，发现我们高山上有很多块木，哈 ，hinoki 这些好的木材，哦，他们就一直砍伐，因为日本人很喜欢住木造的房子，因为木造的房子。它冬暖夏凉，哦，通风透气，哈，啊。那但是日本人他砍的时候，他是只有砍大概我们腰部这个地方，哦，砍断。那砍断以后，旁边的空地就会有很多空地，他会种小苗。那是树根还在，还可以抓住泥土，哈，啊，就不会产生土石流。但是很可惜，中国国民党来台湾治理台湾，他也。不止砍而已，连根都挖起来当做那个艺术的那个桌面，对吧？他把它倒过来，上面把它切平，就是高级的一些艺术的桌面啊，那可以卖很多钱。可是他挖了也没有种那个新的苗，结果就产生土石流哈。小时候很少听到土石流，但是最近十几年来，每到夏天。下大雨后风灾的时候就土石流日就在报道哈。家修又不听话了 ,OK, 好那我们看那个以色列他们如何水资源管理。以色列它是一个沙漠的国家，它一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只有我们台湾的1/10啊，1/11了啊，差不多。那沙漠地区他们也要吃东西啊，他们也要种一些东西来自给自足嘛，啊，因为
以色列它的周边国家都是伊斯兰回教国家，所以他们不只要战备，还要生产一些粮食做战备粮啊。那没有水，他怎么办呢？他就发明这些滴灌的系统。以色列它65%的水的淡水供应是靠加利利湖，那缺乏的35%怎么办？它是用海水淡化技术哈，它发明全世界最高科技的海水淡化技术，可以制造25%的把海水淡化成淡水来当民生用水，那其他的10%就靠废水回收啊，他们废水也回收也做得很好。那这个滴灌系统是最有效率、最省水的那个滴灌系统。你看它这个滴下来，就是它用电脑控制这个植物，它一天要喝多少水，它就滴多少水给它。那旁边就没有水分，都干的。那旁边没有水分干的话，杂草就不会长，好。啊，所以就是既有效率又省工，就不用费人工去除草，好。OK， 那这种滴灌的系统，他们以色列他们发展到很先进，就是说他们水都是要用买的。他每个农户他们有一个那个像我们这个金融卡那种哈，你要用水的话就是跟那个水公司，他有一个刷卡的地方，你刷进去你要用多少水，他就靠那个电脑来计算。他们要用水都要用买的，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就凿个井就自己抽水，欸，他们水控制得很严哈，甚至他们也不可以洗车子，他们那边的车子都用给门清清清的呢。你如果用水去洗车，会被举报说那个，浪费水资源，会被开罚单。好，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很跟台湾很类似哈，它旁边有一些虎视眈眈的那个想要把它并吞的，那我们隔壁也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OK， 那以色列全民皆兵呐，包括女孩子都要当兵。那我们台湾是全部的男孩子只要20岁，就是身体没有问题的话，通通要当兵，啊，这两个都很类似哈，啊。但是以色列他们在沙漠地区刚开始他们建国的时候，差不多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因为亡国2000多年哈，啊。他们有深刻被那个希特勒杀了600多万犹太人以后，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建自己的国家啊。所以在美国的跟英国的帮忙之下，他们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建国了。那么他们所有的粮食自己不是完全自己生产，但是他基本的战备粮是够的啊。那我们台湾，我们战备粮不要。我们农那个粮食的自给率只有32%，哦，这就很危险了，哦，哈，哦。那你看以色列他们，我们还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土壤是跟巴勒斯坦，他们都接壤的 ，OK， 还有跟埃及。那你看在那么危险的地带，他们有办法防守？他们怎么？每一个全民皆兵之外，他们还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力。他们在边界上都是一些年轻人哦，像有一个只有23岁，他当上尉的那个连长，他带领100多个弟兄，23岁哦，23非常年轻啊。那现在的台湾的年轻的23岁都还啊那公公呢，还都是到那个当那个靠爸祖靠妈祖。都窝在家里，大学毕业如果没有再继续深造，很多都是窝在家里，外面也找不到工作，啊，天天在家里当宰男。可是他们以色列人23岁，他就要带领100多个弟兄来守卫边界，哦，你看他们是多么有那个意志力哈，哦。好，继续再看，好，那你看粮食其实跟国家安全非常有关系，因为以前会动乱，大部分都是粮食的战争，好，像我们读那个中国历史，它5000年来大部分的战乱史就是因为粮食缺乏，饥民变盗匪，好，啊，所以
揭竿起义把这个政权推翻掉了哈。所以我们本身我们自己只有32%的粮食举例，其他的都要进口啊，因为现在年轻人他都吃那个西式的哈、啊、面粉、面包这一类的哈、啊，还有吃麦当劳。OK， 好，很可惜我们台湾有很多好的农地哈、啊，现在都非耕啊。你看现在这个在种电，那这个本来是在种稻米的，现在变在养鱼啊，因为现在海洋的资源，那个鱼类也是一直在每年在减少哈、啊，那捕鱼捕不到的话，那就自己养吧啊。好，那这是农地废耕，长满了蔓藤杂草，还有这些乔木。这些有一些乔木继续长出来的话，那以后要重新耕种。好比说，如果我们被封锁了，海整个外台湾的外四周的海都是被封走的时候，粮食没有办法进口，那我们临时要复耕也没有那么快。到时候这个乔木长一大堆的时候，那要请怪手挖才有办法啊、哦，利用阳刚的不怕多啊。好，啊，这个也很讽刺。山上在砍树，啊，啊，平地在造林，啊，这个天地颠倒病就安尼哈 ，OK， 好，啊，这无敌铁金刚三勇士都没有做防护罩，在喷农药啊，我们的稻田在喷农药，他都连口罩都没戴哦，你有没有看到？啊，这些人也可能因为热，口罩你戴不住啊，你口罩一戴着哈。一流汗，整个口罩潮湿，那个氧气就吸不进来啊，所以他们干脆不戴啊。因为我自己戴过，夏天像这种天气很热很难过。那你想看看，他们喷在这个农作物上，他们自己本身就吸进去了啊，所以这些人以后第一个很容易得到肝病，因为肝要解那些毒素，如果来不及解的话。以后很多毒素就会累积在身上，这些人寿命都会减短。那台湾为什么医院越开越多，那个病床都不够，急诊室都客满为患？就是因为我们环境的荷尔蒙太多，这些不好的化学的那个成分哈，我们每天吸，所以很多。像我们台湾需要一些高科技，买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台湾，要请外国技师来台湾指导安装，很多外国技师都不来。结果原因是什么？他们说，我去到你们那个地方，我要呼吸很多毒素进来，那些是我以后没有办法解毒的那个东西。他们说来这边住越久，就是他们越短命。所以他们很多都不愿意来啊。好，那你看这个海蛎，这我买回来买太多哈、啊，第三天就发现有一颗开始在腐烂了，好，这是三天就坏了哈、啊。可是这个我也是买太多，没有吃，一直摆。630天还不会坏，我这个好厉害、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刚那个三天会坏的，就是没有农药，这个是农药非常的毒，毒到那个细菌都没有办法滋生，一些微生物都没有办法把它分解啊，这个就不要吃了哈、啊。好，你看在农村盖的很漂亮的啊房子。可是这个都是都市人，他们到乡下买一块地，盖了一个别墅，当做他周休二日的这个后花园哈的休闲的地方。一般的农民没有办法，一般的农民现在都没钱吃饭了，都在卖土地过日子了哈。OK， 好，那我们来看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政府军，他们来到台湾，他用了这六招。把我们台湾人压得服服帖帖，没有办法抗拒那个继续抗争啊！第一个就是1947年的2月28号屠杀，有计划的屠杀台湾精英。
大概快三万人哈。这些精英是日本政府花了快五十年才训练出来的啊，结果他们在短短的一个月就有计划按照名单哈。之前蒋经国就已经派人进来收集各乡镇各都市的地方士绅啊，统统抓起来了。好，他们来台湾以后就一直搜刮着台湾的农产品，油啦、米啦、盐啦哈，他们都是运到上海去倒卖，还有去支援他们国共的内战。OK。所以那时候台湾的米价一直在涨，有涨到大概400倍。以前台湾没有在粮荒，因为台湾一年可以生产三季，结果在那段时间，台湾人要去吃地瓜哈，去采野菜，那就是因为他把台湾的基本的粮食都运到大陆去了哈，中国了。好，另外。他利用耕者有其田哈，还有375减租，把原来台湾的大地主都变成小地主，因为大地主是地方的士绅、地方的头人、地方的领导人啊，他也可以，如果他没有变成小地主之前，他也可以花钱请大家来一起来反抗这个不义的政府。可是他现在变小地主，他连买便当给那些支持者吃都有困难了，所以就没有力气去反政府。好，那杀完的没有杀到了，继续用白色恐怖。你如果言论不合他听，他就把你抓去关起来，就变成装政治犯了。所以很多人被抓到绿岛去嘛，那你如果去帮助那些政治犯，那连你都有事。所以那时候的政治犯很多的，他邻居都不敢跟他有来往，也不敢聘他们当那个职工啊职员，所以他们要找工作都很困难。OK， 好，这个敌性反转就是他们来到台湾以后，就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哦。那刚开始我们老一辈他们都是日本人嘛，是跟中国打仗的。结果现在他说我们回归祖国中国，那我们都是中国人，本来从战败那变成战胜国，那种转换就很容易就转换过去。你如果战胜国会要叫你转来战败国，那就很困难。可是他跟你骗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打败了日本，我们是战胜国，你当然会支持战胜这边哈。你那时候比较台湾人比较短视哈，而且他教育你好，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你认同中国当然会支持这个，再烂的你还是会支持说我们都是汉人啊，其实我们不是汉人，台湾每一个人的血液上你去抽血去验 DNA 验那个 DNA 85%的人身上的血都是原住民的血液。 好，他用假的民主选举，你看我们现在跟他选举等于说我们跑100公尺，他已经是在50公尺那边起跑点，那我们才从这个0公尺这边开始，差这50公尺是代表什么？他有党产，他有媒体，什么？他还有跟黑道挂钩，黑白道，他有自己的庄脚，在这样不公平的选举下，你要选赢他蛮困难的啊，除非他们分裂哈，像那个2000年陈水扁。跟那个连战还有宋楚瑜那个蓝军的分裂我们才有办法啊。这个就是他用40000块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他既然要换币制了，他为什么没有换中华币？美国有美金啊，美元啊，英国有英，法国有法郎，日本有日元，照讲你中华民国应该要有中华币啊，为什么你要换币制的时候你没有换成中华币，还是用新台币？那就表示说台湾的主权没有交给中华民国。 okay。 好，那我们来看这些外来植物，这些外来的植物救了很多台湾人，因为呢
在如果天气不好，哎，就是干旱的时候，我们可以种这两个比较耐旱的植物啊，番薯，这是番麦，啊，所以在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就可以种这些，可以救很多人哈，啊。因为如果缺水，水稻就种不起来了哈，啊。好，啊，这个是番石榴，这是番茄，啊，这番阿姜，啊，啊，这番阿慧，哎，啊，这种番，所谓的番就是种外来种。啊，奇怪呢！啊，像阮原住民，阮都住伫遮土生土长，阮煞通叫番呢？你唔对咧吼。其实吼，外来种，外来拄啊有一个歹，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迄外来政权，伊较是番啦。因为因若因个来无偌久，就台湾的精英，吼，所以因较是番。OK， 好，我来介绍遮果树哈。这些树葡萄它很好种，我种了到今年应该第30年了，我没有再喷农药，哦，这个树就可以长得很好。你给它种一排，它就长得差不多一样高，哦，这是大概2月份换新的叶子，它大概一个礼拜以内把旧叶子，哦，像这比较旧的叶子一个礼拜掉光，那大概一个礼拜它就长成新叶子，很快，哦，它的换叶的速度很快。像这一棵正 一面在掉新那个叶子，哎，一面在长新芽，嗯 okay， 啊，这个是挖起来在盆子上准备出售，啊，那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系，这树葡萄是小颗的，它大概5颗的哈，它多粒，啊，这个大概是50块，它多粒，啊，啊，但是这个是新品种，大概种了第6年还没有结果哈，啊，我还在观察。在外国它长起来是，哦，比我找过个较大。它这个树葡萄它开花很香哦，它从差不多底部就一直开，开到末端大概30公分没有开而已。这个花介于，那个桂花跟玉兰花的那个中和的香味哈，很香。但是我那时候种了300多棵哈，啊，他们都讲好了同一天开。结果发生什么事？螃蟹会潮，因为浓度太浓了。啊，它是跟你要把它同科的，还有跟那个恋部都是同科，都叫做桃金娘科啊。你注意看它的花，跟那个恋部的花是一样的哈，啊。OK， 它的树干跟芭拉一样都会脱皮，它那个叶子哈，啊，你把它拔下来揉一揉闻。是芭拉的味道，所以那个那时候电视台来采访，我跟他说，别人见不啊生菜龟，啊，我见不生葡萄。哎 ，OK， 好，好啊，你看这个就是在脱皮，像蛇在脱皮，它的树干在长大哈，啊，这个挤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像一串葡萄哈，哎，这个是，哎，大概。20年前刚开始有的时候，台东那边有人种一两棵哈，啊，他拿去饭店卖，一斤卖500块。20年前一斤卖500块哦，天价哈，啊。那以前在那个世贸在推广的时候，他们是一颗卖10块钱，但是你要现场吃，种子要吐完给他，因为他要去回去种，因为那时候很缺这个种子。你看他从。根部就开始长到上面哈，一直往上长。OK， 啊，这一棵是小小的，大概只有这么高哈，就长那么多了哈。OK， 啊，这个是，长了很多啊，这为什么这边不见了？这个不止小鸟喜欢吃哦，老鼠也喜欢吃，我们人也喜欢吃，连狗都喜欢吃，这个都是。被狗吃掉了，因为我就奇怪，为什么我这些都不见了？就我就注意，因为我每天都会把狗放出去，让它放晒油。哎，这个就给它顾不等啊！隔天我就注意了，看，原来它跑去吃，这样通通抓着把它吃下。我那只麦丁母狗，哦，就是它，凶手找到了。哇！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它怀孕了。
哇，先活一只，你知无？好嘞，先十六只，像个猪啊！你讲吼，我看着昏去。啊，前几只我算无，你知？我即马都掠，摕一个盘啊，一只、两只、三只，啊，伊为即爿甲我夹断个。啊，我伫遐算半点，你就算无。尾后找一间伊咧困哦，啊，伊算甲知影讲，啊，伊生十六只，哎 ，OK。好，这平地樱花哈，这个也叫三月樱啊，因为它都在农历的三月份开，而且它是平地，像我屏东那边那么热，它可以开花开得那么漂亮哈，所以把它称平地樱花。那这个是种错品种，它只有开一点点，大概十分之一哈，所以品种很重要。这个很快浏览过去。这个《自由时报》跟《民众日报》都有去采访，那它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花开完卸掉，大概一个月，它马上就可以长得这么茂盛，就可以遮阴，所以它有好一个好处，冬天落叶，春天看它的花，然后夏天这些可以遮阴，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天元素哈。这个是国外的，因为他这个国外种了很久了哈，那我那个大概只种八年啊，所以假以时日哈，再给我八年哈，应该可以这么壮观。OK， 好，来介绍黄金果。这个为什么叫做取它的名字叫黄金果？是取它的外观哈，它黄色的，而且亮亮的，太阳一晒它会发光，金金的这样，所以给它称作黄金果。啊，它这一棵树。他的妈妈哈，大概现在应该比那个点位还要大了。他一年大概结果在三年前就统计大概2500颗果实，所以你只要种一颗，你自己就吃不完了哈，就可以分给朋友、亲戚朋友。好，他这个你可以用圆珠笔在上面写字，大概2-3分钟后，它就会氧化，字就浮现出来啊，那就可以。包装成这里面树葡萄装在一起，可以当作男女朋友互相赠送的礼物哈。好，啊，黄金果它有一个大品种大果的品种，这几条它要一斤。啊，刚刚那个是不三粒一斤，但是小颗的比较有风味，比较甜。啊，这个吃起来比较看软，比较糊糜烂哈。好，这个是。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种的水果就是红龙果，啊，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我哥哥把它种反了，他从这边长根下去，啊，但是要甲种下去足困难的。冰茶公哥为只剥根落去，啊，佩服他，而且他在屏东一年生10到11次，你看有什么水果一年可以生10到11次的？我们的芒果、黄芽、奶鸡。圆圆都是一年一次啊，你如果处理没有好，或者风不调雨不顺，那年就再见了，要等明年。他说不会哦，那个八八风灾那一次哈，出了台风，正好那天开花被风雨摧残，所以那一次结果率很小，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他本来想说我们都是大概十月底就差不多没果了，哎，结果那一年的到十一月中他又生几败子。他你看多可爱，他就说一年要生多少斤给你，就是固定的。虽然我被台风迫害，我也保生给你啊。哇，这可爱，啊，这无种会艰苦呢吼，对吧？而且都不用农药，我种这个都是没有农药哈。啊，这个我原则上用草生栽培，只有到大概8月份那阵哈。这个草是在那个叫做咸丰草，碧瑶人讲我这它会黏身体那个叫啥？消杂不？我排这功力给你讲出来。那时候我又用比较薄的那个除草剂，把除哦昏你的啊，你不要把它喷死掉，就是用一半以下的力量喷了它吃到它就等于也不会长了，它也不会死，所以那个水土保持还很好。
但是我隔壁有朋友，他就你看，所有的草都弄死光。其实他这个是气根植物啊，它是沙漠植物，它的根你如果有我刚刚那个草生栽培，它是匍匐在那个地表，所以你一施肥料它马上吃到，像这样它的根就钻到地里面去了。那你肥料撒在上面，如果没有用水还有雨水把它浸润下去，那个根就吃不到了。啊，这个这样子果实也不好吃。OK， 这是花苞了哈。啊，这个花苞大概六天以后，啊，这个它八天就开花了。那像这个两个长在一起，我们基本上就应该把它其中一个去掉。这样这个果实才会大颗，那这个可以当蔬菜，把它切细细的，煮蛋花汤，它自动砍根，因为它有丰富的植物性的胶质，它自然的砍根哈，就会勾芡的这个。你看他们很奇怪，都讲好了同一天开，说开通通一起开。啊，这个是紫蕾，旁边这是雄蕾，这个花粉掉下来，授粉完成就很大，一颗都。大概一斤上下哈。好了，介绍罗根莓，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只要出新叶都是红色的。OK， 好，所以你看，这根旁边都是绿色的，啊，它这一颗就啊有红色的哈。就朋友带他的朋友来参观说：“哎，潘先生，你的枫叶怎么是七八月在红？”啊，一般枫叶是要十一月份的哈才会红。我跟他说：“你看清楚，这是罗根莓。”啊，它冬天也是会掉叶子，啊，春天来如果开新叶，就应该整个都是红色的。好，红花风铃木，这个花很漂亮哈，一球一球的。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大概只有七天寿命，第七天以后就开始掉，大概第十天就通通掉光。那我们刚刚那个三月樱，它是可以开大概五十天，啊，差七倍哈。好，那我们来介绍说要怎么样种优质的水果的三要件。好，我讲过品种非常重要哈。第一个要有优良的品种，我那个红龙果之前就是买过八个品种，结果那八个品种通通被我淘汰掉，就留刚刚那一个。因为一样的品种有一个最差的就是叫尊龙，我跟他买一个品种种出来是五个样子。好，有圆色圆形的，有长形灯哥呀，那也有那个鳞片是往外翻的啊，那也有颜色是欧多王，还有粉红色的，我送去市场被人家嫌得要死，所以那个价格就提不起来，所以又难吃，一样的思维管理，它是又酸又不好吃哈，那个风味很差，所以第一个被我砍掉的就是那个。最贵的啊，一尺半他要卖250块，那我想说，哦，如果跟他买400段哈，刚好10万，他说400段不卖，最低门槛要500段，啊，你看做摇摆。好，第二个就是思维的管理，那个开花你要让它催花。你就是要磷钾肥要多一点，我们农药那个肥料的三要素是氮磷钾，好，次要元素就是硫镁钙，好，还有微量元素，那这三要素你要催化就是磷跟镁要多一点，尤其是磷。好，那花来了以后，那个我之前要控制让它开花就是水分要减少了，因为这个水分管理很重要，水分减少让那个植物本身有那个危机意识，说我快要被它渴死了，没有水喝，我要赶快开花结果传宗接代。哦，你看那个公路旁边那些，尤其我们屏东那边种很多那个卡珠拉，那九重葛，在路边都没有人在管，没有人在浇水，花开得很漂亮，结果我们种在自己门口了，我们想到就给它浇一点水，结果枝叶茂盛就是不开花。所以水分管理很重要哈。那
你用水分控制让它开花，哦啊，那个施肥之后，结果以后继续也是氮磷钾，就是要平均给它吃，因为你要有氮肥，它长得才会比较大，但是氮肥不要太高，因为氮肥会造成果实比较酸啊。然后采果以后，啊，你一定要卸花肥、卸理肥的，就是说跟那个做回来呢，啊，让那个树果树本身会继续强壮起来，这样它明年要结果的时候才会正常结果，也才不会那个生理落果。那水分管理就刚刚是讲了，开花前要控制水，然后花来以后你就要正常供应水，不然它会缺水的危机来，它会自动 落花落果。好 OK， 好，我们来说有一些大的树木，如果我们要建设，哦，或者要开路，那个要把它移植的话，就要用这些工具来移植。好，那传统的移植方式就是先四周把它挖开哈，啊，大概一个月以后才底部再整个挖掉哈。那我现在新的方式是说，先断根断一半，好啊，这个一定要有自动灌溉通过了哈，这个滴灌系统。那像这个三月樱、平地樱花，因为它树叶很多，所以喝水喝得很快，很快就会把这个地方吸干了，所以我们留一条根在外面，让它吸外面的水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好啊。如果这个土壤是比较沙质土壤，它容易崩坏，你说挖开以后没有用这个塑胶袋把它环状把它保护起来，风一吹会摇，这个土球会破裂掉，这土球破裂掉移植的成功率就会降低到40%以下啊。 OK， 好，那这是挖好了用胶膜包装好了哈，啊，OK， 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新的包装方式。像这个是同行来买啊，挖开以后包好，他还要等说土要把它覆盖回去，要等它长新的芽出来以后，他才说啊，这个活了哈，啊，他才会请吊车来吊走这样的。OK，啊，这个也是准备吊走的，这也是胶膜都包好了哈，啊。好，来介绍这个以色列的自动灌溉的系统，那。自动灌溉的主机现在有分传统的，这个是传统的，用24小时的控制器，在一个分流器哈，就因为它这个搬一格就是15分钟。那你如果说用大马达，出水量太多太大，15分钟会变成水灾哈，所以还要用一个控制分流的，从0到35分钟都可以控制，你要喷1分钟也可以，5分钟也可以，15分钟也可以哈。这个是比较传统比较好控制的，一般的农民一浇就会。 OK， 这个也是传统式哈。那个这个就是数位类比，这个数位电脑化的哈，这以色列的哈。那我是比较建议用这一台，这个是美国的哈，它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你哪一天要让它喷水都可以设计，还有它可以分6个区，1、2、3、4、5、6，比如说你有6分地，你就1分地分一个区，因为你如果种不同的东西，你可以控制不同的时间，哦，这个要喷3分钟，这个喷10分钟，这个喷15分钟，哦，可以调整，而且它可以一天喷3次，早上喷一次，傍晚喷一次，半夜再喷一次，哦，OK， 这很好控制，而且最简单，这边有一个2天喷一次，3天喷一次，5天喷一次，还是每天喷一次，这个很好，很好操作啊。好，我介绍这个喷头，这个是刚刚以色列那个滴灌系统啊。这你们下课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是啊，叫微喷灌，它水压来的时候可以喷12道水柱，但是一边大概只喷30米，所以它的喷洒的直径是60公分。这个是小乔木，很好用。比如说蟹掌奶鸡也洗就可以用这个，那个喷洒直径是6米，一边3米，好，3米大概这边到墙壁了，啊，这边也是3米这样，这个中乔木或者大乔木都可以，那这个喷洒直径就15米，
大概可以在中间就喷到那边墙壁，这边喷到那边墙壁啊。这个是大面积的。那这个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以色列它没有那么多昆虫，那我们这边有一种昆虫蜘蛛啊，它看起来动了，它就哦，这是一个动物。等你停下来，它就爬过来，用蜘蛛网把你绑起来。就等明天电脑说，哎，喷水哇，这不会喷了，不是不会喷，那就喷两个点，它不会旋转了，被绑住了嘛。啊，所以这两个点都是水灾，其他都是旱灾啊。所以后来我们跟他建议，他就发明这种防虫型，这电脑水压来的时候，它可以跳起来，跳开，然后喷喷喷，喷完结束盖起来。OK， 然后他利用颜色来分那个出水量，好比绿色是出水一个小时200公升，啊，红色的是300公升这样子。啊，这个比较新型的，它跳的比较高，啊，这也是后来又改良的。啊，所以他们以色列这个，啊，用了十几年不会坏，我已经用十几快15年以上有了。你看他们以色列他很多那个高科技的这个塑胶工业的这个成分，啊，它加了什么东西可以抗紫外线耐候性，可以做得这么好，而且它这些东西，啊，都不用工具就可以拆开，啊，这样就可以解开了，啊，如果有塞住就是清一下就好了，它设计的很好维护，啊，OK。 那你看它这个很多是授权给我们台湾的厂商国家下出来去制造，然后他才再跟你买回去贴上他们的 mark，哦，他的附加价值就出来了，那我们台湾就赚一点的加工的费用，可是化学污染就留在我们台湾，哦，其实我们都是用环境的去换取一些微薄的利润，这老实讲就划不来。你包括澳洲是一样，澳洲他也是在那个塑胶工程的材料工程，他们也是有很多专利，可是他还是授权给台湾生产，然后买回去也是贴上他们的 mark， 就可以行销全世界，赚取很大的附加价值。那我们台湾就是都是赚那一点点的工钱代工费。你看澳洲它是我们台湾快100倍的面积，他们土地那么大，他们都舍不得污染。你看我们台湾人就为了那一点的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国家的环境权啊。这个民政府执政以后，这个一定都要扭转过来哈。好，我们来看植物，有一些好的品种，我们要给它用嫁接的方式来给它改良。那要嫁接，就要一些嫁接的工具。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荷兰的一个简化的工具。这是如果你要剪上半段来扦插哈，或者是来嫁接，这剪了以后那个枝条会夹在这里不会掉，那一般的像这种是你一剪哈，它就断掉就掉在地上了。那这个是标准的切接刀，就你要嫁接的时候要用到的哈。那这个是三用的，有锯子，有刀子，还有一个卷尺哈。那最早以前嫁接都是用这种电气胶布这一类的。那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它就不透气。那我们现在这个新的，这是日本发明的这个石蜡胶膜，哦，它是延展性又很好，然后它有透气，它已经做成一段一段了，你这个可以一直拉，可以拉得很开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石蜡胶膜，你把嫁接好的东西包起来以后，你不用去管它，那个芽点可以从它胶膜这样凸出来。好，那像以前这个，哦，你还去把它割破呢，很麻烦。好，你看这嫁接只有一点点接触点，这个就是大果的品种，啊，这是传统的比较小的果实的那个黄金果，这已经嫁接 OK 了哈。
这是芒果。那芒果因为它这个这个是在地上嫁接，刚刚那个是在盆子上，所以它这个生长力很快。它养分如果嫁接成送过去，这个就长得很快。啊，长太快的话，我们那个石蜡胶膜那个强度不太够，所以还要再包一个电气胶布把它保护起来。但是它隔了三个月以后，你要把这个切开，把电气胶布切开，不然它会被束缚到哈。OK， 那你如果自认为我们还初级的嫁接的技术没有那么成熟哈，那应该一棵树里面接两点哈。万一像这个接两点，有一点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成功，那还是 OK 啊。那原来的品种的芽长出来那个要把它去除掉。OK， 好了，介绍我的原，这是三月樱哈。OK， 这一样三月，但是这就是罗庚梅哈，那叶子都是红色。那我那地方大概正好在屏东平原的中间地带，我那边离南北大山大概11-12公里，离东港哈。那个菠萝的故乡大概也11-12公里、啊、有一点南国风味，有椰子树的地方看起来就有南国风味、啊、OK， 好，你看这些像森林，这个里面的温度跟外面温度大概差5-6度，好，那那个它在调节气候的那个功能很好、啊啊、这个单独种在一个地方、啊、好，因为所有的农作物都会碰到这些问题，病虫害还有风灾，这是两个很大的灾害。好像这个我本来嫁接 OK 成功了，活了嘛，就被蛀心虫一蛀就死掉了。这个也是蛀心虫蛀掉的，他说喜欢在新的芽上面给你蛀，因为新的芽很软很好吃。 OK， 这个福寿螺，它一颗福寿螺它可以产卵一年大概8000粒的卵、哦、所以它繁殖力很强。这个是大概30年前、哦、我们不孝的那个一些人员从、哦、国外引进来的，他想要代替那个法国瓜牛，结果他不晓得我们台湾人的嘴巴很利不来啊，就怕追到了嫁给暖暖的不合嫁、哦、就弃养到处丢，结果到处繁殖啊，他是只要见到绿色的通通吃，所以那时候稻苗小小的就都被吃掉，被破坏掉了，那就是我们海关没有把关好了哈。 OK， 好，那、啊、你看去年的3月11号日本大地震，这个福岛核灾，结果美国撤侨，他为什么没有撤到最近的关岛还有夏威夷、啊、他怎么撤到台湾来，在那个桃园机场。那台湾的 AIT、哦、美国在台协会，他们到桃园机场自己设海关，为什么？海关是一个国家、哦、那个主权行使的象征啊，中华民国海关是靠边站、啊哦、那代表说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现在还是在美国的管辖之中，军事占领中、哦，这个就是蛀心虫蛀掉的一个洞一个洞哈，蛀得很厉害。你看它虫很小，那个虫大概只有蚂蚁那么大，可是它可以这么一棵大树就把你蛀掉，蛀到死掉了哈。这个是也是蛀心虫，这是比较大型的，这是新点天牛那一类的天牛。哦，你看这个，这是它的成虫，那个虫孵化出来就是变这样的啊，它都吃树干，知道吗？把树干都吃掉了。啊、这个是绿青糖啊，绿色，它把所有的叶绿素都吃掉，就变成这样的，啊，危害很严重。OK， 那、啊、这个是我种的高丽菜，我也想说我不要喷农药，我要学种做有机的，结果很惨，就一忙哦，2天没有去巡视哈、哦，没有去抓那些小虫哦。哇，这就是凶手啊！所以再过几天一忙又忘记了，就吃光了。
所以后来我就都是去菜市场买比较快。好，那、啊、这个就比较成功的例子，这个通通没有喷农药啊，它的新叶，这个叫做日本的欧亚，日本龙葵啊，它的煮面很好吃。OK， 好，你看这个虫，它有，这它如果它停在这个那个珠子上，更像哦，刚性，我也是好久才被我发现的。哎，啊这这嘛。像天牛啊，你好，啊，这可能专界个上界上界界天牛，啊，这都差不多像高压大架呢，就是刚刚那个，啊，它幼虫的时候就这样，每个用给你钻个洞这样，啊，后来就整棵树被它钻死掉了，啊，我知道这个以后我就开始给它打针了，啊，赶紧做球啊医生，哎，真正有救开呢，你看这个长得茂盛啊，有救回来。啊，这个是鸡红春象，这个是主席啊，他宣布散会啊，他说好，开会，那个我们已经决定好，明天要去吃哪一颗哈，好，散会 ，OK。啊，这就是鸟害，树葡萄通通被小鸟吃光了，好吧，就剩下树皮啊。啊，这嘛是这无花果，嘛是又嫁去哈，所以鸟害也是一个蛮严重。啊，这八八风灾的时候之前，我想说这个歪形的地方应该会被拉裂掉，就保护在这里。结果天不从人愿，他从这里给你折断，哈 ，OK， 没办法。啊，这是全岛，刚才在拍保龄球嘞。好啊，这个是比较轻的台风，它就只把树叶吹掉，树干没有把你折断哈。OK， 那很快就慢慢在恢复的绿色的开始要这个绿色开始在长出来了。好，这个也是八八风灾，风台有大无大，你就看椰子树我都要淹了倒的，就是很大很大的风灾了啊。这个隔壁的啊倒到我这边，侵犯我的领空。我就要把它击落嘛，哈、哦，所以我就这个就给它砍下来，砍下来，我用刀子把它击杀，用吸管把它吸光，就很老外好只，好，就好个，已经几啊年不够倒过来啊，我拢无通啊只，好，好，这种爸爸那个莫拉克风灾该好足严重。啊，这个刚刚天灾，这个人祸哈，树的根系也要呼吸呀、啊。啊，我们台湾很多工程在铺柏油哈、啊，铺水泥，通通把它铺到满了，把它包死掉了，这棵树很容易就死掉了，因为水渗透不下啊，而且里面下面土壤里面没有氧气，它的根会死掉，会烂掉。OK， 好，来看野趣。刚刚种的是树葡萄吗？这个是树西瓜的花。好啊，这就是树西瓜。好，哎，西瓜长在树上哈。啊，这个叫做炮弹莲雾。哎，啊，这嘛今年吼有飞弹莲雾啊。哎，哇，连刚刚有迄个像迄太空梭迄款的遐大粒的。哦，讲这個、来，这。规丛足大丛，拄啊生只有机个荔枝啊，愈合包，不是，不，这丛叫做妃子笑，贵妃爱吃的那个妃子笑。哦，啊，这万凯吼，万凯咧食的滋味足好个啊，因为干那尖尔吼，食无够贵，所以感觉足好食。啊，你若生一堆哦，食到起牙吼，就点到无好食。我還记得我大概15、16年前，我伫家己阳台种一丛辣椒，结果生我那生一粒，我就迄工拄啊，唔知要问啥吼，啊，迄个板在切，我干那担一个迄个吼，拄啊像迄个火烧着着安尼，有够险！全世界我到今我讲食上险的迄粒险辣椒，
我干冰块哦，干差不多一点钟，哦，迄烧阁疼，哦，这一粒的养分能量一定足强的，好、哦，规身躯的营养拢涨下来啊。OK， 好、哦，哦，这个就是我公聊哈、啊，我中昼时啊，拢来这里困中昼，我想我早晚会碰到他们，所以我放个连锁板，结果他真的来了。我、哦、他这个很毒、哦、他走神经毒，被他咬到你会想睡觉，啊、一睡就起不起来了。好 ，OK。那、啊、这个哈、哦，自动灌溉的开关箱，我要打开怎么打不开？原来有一只蛇卡在这里。然后别人也做过亏啊，现在亏的亏，哎，刚才亏亏，原来给你有只蛇卡在那里。好，好、哦，唔止一只啦。我这只今天要等。头壳佫酸到两笑哩，哎，我滴啊！因为那个老鼠来吃我的树桃，啊，蛇来吃老鼠，哦，所以那个蛇也是我养的，哎，啊，这个也是侵犯我的领空啊！哈、哦，只有这二号的湖那个大黄蜂，二号大黄蜂。它的特色就是长得像斗笠的哈，以它的巢啊，这个就是虎头蜂的窝在这里，有没有？很暗的地方。我刚开始，我每天浇水，我从那边经过，哎，怎么有一只这么大的鸟？我还以为是鸟呢。弟弟啊，哥哥，注意个看，哎，它家后头旁背的，哇，我惊一个。赶紧看了，让那个消防队叫他来处理。我叫虎头，拜托你来处理。一电话响讲，无啦，你那虎头蜂，我好个，不来看麦，啊，就人家车就过来。好，准拍照，准准。伊讲有两个就落船了。啊，你旁就一对，往里只，两个行歪，往里啊，两个看，两个拢随翻头走的。讲啊，一个走安怎？伊讲虎头蜂呢？讲啊，你唔是讲唔是？啊，虎头蜂怎？嗯，会叮死人啊！我听咪讲会叮死人啊！啊，两个就提伫迄台车，迄吊头架。啊，甲我讲啊，潘先生、潘姐啊，我今仔无带装备来吼，我明仔载较来。啊，我唔是甲你讲，迄条虎头蜂，啊，恁哥遐兄弟啊，无带装备，要袂上啊？啊，无我用火甲你烧好。他有一个很长的那个火焰管，讲袂搞笑，我唔当唔当，迄张纸我已经卖去啊，迄五股卖去啊，你搞烧掉，我变哪搞人？条件嘛讲定，就我那好啊，无马仔，我炸装备开来，叫隔天他打电话说：“啊，潘先生，我们今天有其他的任务，我们改天再去好不好？”我听到起码几多摆啊，第一个你轻敌，第二个你又严，王哥哥免来，我来处理，所以我就丢道菜刀，还佮做点三角架开咧。啊、吐的，第一个无掉，哦，虎头飞来呢，我走好用啊，好，准备一关好，足恐怖。结果第三届了，我吐了啊，啊，这个黄腰虎头蜂，它这个腰部是黄色的，叫做黄腰虎头蜂。而且足多人拢爱去浸酒的哈、啊。另外这是报纸报的，去年8月19号，伫个冷气哈。糖啊，给你做着骨头。啊，这妹妹唔知影讲甲拍开哦。啊，一个小朋友伫眠床，骨头来拢为小朋友一直顶，一直作祟，你应该顶死哈。啊，我遐生态足丰富的哈。啊，因为伊食滴敢若蚱蜢的款哈。啊，这只唔知啥物，啥物不像苍蝇无遐长啦。啊，不知什么类的蛾类，应该是属于蛾类。啊！这伫个三叶阴电管做修，迄个斑鸠啊，搬家个囝，哎，好，啊，我有伯老，啊，迄伯老吼，伫乡村遐有人厝内冰箱内底许插着只迄个伯老鸟，结果甲罚8万啦，所以这一只8000啦，啊，这个是保护动物吼，哎。我冇饲只，我饲三个啊，我拢咧饲狗的时，我就摕底把甲下伫个罐罐迄个一个树干顶罐，啊伊就飞来食，啊伊逐工就
伊若看我开车转来，伊就飞来遐等我。吼、哦，我有甲录录影起来，连工起来放好。这个电也无甲摕入去。啊，上个礼拜开始他没有来了，他可能南台湾太热，因为他是候鸟，一热，所以他一直后来就往北飞了。看明年也过来的，明年哦，年底呐，寒一定得过来啊。等来找老朋友，看个有物件好食。啊，这白鹭鸶，这我隔壁吼。好，啊，这全台湾敢若我遐有诶交通号志哈、啊，注意伞兵，因为我附近有一个伞训的跳伞中心哈、啊。哦，就是这种跳伞啦。嘿，拢在下面对啊。啊，伊拢会交通管制，哎，哪里跳诶时的交通管制。哦，啊，这粘处哈，他要过冬了，他要冬眠。所以他把钻洞把自己盖起来，哎，啊，来不及那个伪装覆盖的，我发电我来给翕相来，啊，啊，这块狗无生的狗仔囝吼，啊，结果好拄啊，迄只蛇吼，把我吞了，吞到吞三分之一只，啊，伊个知我较早去吼，啊，吞袂落个款，看了我来去吐形我，哎。啊，这张就故事啊哈。这张局外看板书，就是样品哈。这个是最大的，哎，第一次最早开花，哎，开的最丰富最多。啊，就有一个电子的那个总裁哈，电子公司总裁，他来看到就是说，哎，潘先生，这张你要卖偌济？我讲这张无卖，这块看板书，我讲无卖哈。总共安尼啦，我车顶拄啊有40万的现金啦。啊，你若无够吼，你会当搁添无要紧，讲无要紧。我就考虑三秒钟，我就说卖你。为什么？你拄啊看我另外一股红啊，足济，要几个巴掌啊。哦，啊，这就是我甲翕一下做纪念，讲。哎，有对，台湾人就是。伊啥物拢要爱拼地，宁为所不为牛好啊！伊都惊你唔卖呢，你若啥物，你只要价格开出来吼，伊来卖啦。包括迄树葡萄嘛，是安尼。葡萄吼、哦，种300几丛嘛咳咳，啊，有家己遐有一个人啊，全台湾去找，把所有的大棵的树葡萄都是买进来，他已经找不到了，他认为说全台湾的树头。大颗的坐在他手上，他就看广告，啊，我看到，我就打电话去问，啊，请问你那个树葡萄怎么卖？他就问我讲，啊，你生几啊？生偌久啊？我讲拄啊开始生啦，安尼你买起啦？我伊唔知讲我300几丛啦，我啊无要紧啦，啊无你开一个价就看偌济哦。我若会当我甲你买，无多就哦无输赢呢。讲我这拢要20-30万呢，嚯！听着我爽到呢，我遐300几丛呢，结果人敢若讲开2万在卖啦，甲开你敢开20-30万，我着过来开始我着开5万，哎，5万人买去呢，啊开10万人嘛买去，到尾开到有一个栽培主来，讲阿胖子，你树葡萄对几丛上大丛？阿讲差不多即三丛啦，啊你家己去拣，啊这一丛偌济？伊说看来伊介意迄丛，啊这丛偌济？我讲15万。伊阵，树头人卖遐贵个，我讲啊，你西边厝个，街仔路大家拢嘛，介济人咧西边厝无稀罕。啊，你若住别庄，真嘛介济人拢去别庄嘛无稀罕。你若甲我买这等于种吼，啊，你甲臭屁讲，恁敢有像我这安尼种百姓葡萄个？你个朋友都拢互你比落，真正有理哦。你甲我买2丛等于，过到半年。伊个生，即马臭屁啊！哦，壮王爷，佫再来甲我买4丛，哎，所以台湾人就是爱臭屁，爱拼第一名啊！进来就甲我讲，看者对丛上大丛，啊，我第一名啦，处理迄第二名，佫先甲做第一名对无？永远嘛是咧卖第一名，对不对？好、哦，啊，伊就迄丛卖，我佫保证即丛个对。啊，
现在已经发到像头拄安尼好做偌重啊，开开了足水，但是还袂过第二个出现。哦，啊，这个唔知啥物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到。这伫差不多这个高度哦，哦，这只可能台湾黑熊来换，嘿，我想讲，看会当甲咪交做朋友诶。好 ，OK， 啊，即卖来讲有机的农业哈，以及咱若有适当的这个劳务的劳动哈，对咱身体一定较好呢。你有咧振动，有咧流汗，有咧代谢哈，啊，这一定会对咱的身体较好。咱即卖人就是拢吹冷气，无咧流汗，所以代谢拢较歹，好，所以嘛，做这拢是家己人拢脚麻手臂啊，有诶无诶，这问题，好。啊！你用有机农业施作，就讲你卖喷农药，啊，卖化学诶，这个药品啦，哈，加这个肥料。那么你若用有机，第你无咧喷农药，咱家己也袂输的，也袂食着嘛，哈。啊，咱家己生产的有机的农产品，咱家己食嘛较放心。哈，你外口标榜个就讲有机的，很多不一定咯，哈。啊，这另外再过来讲啦哈。好，因为时间关系，我赶紧讲啦。来，咱政府的微信哈，以前我听阮爸爸伊咧称呼日本警察，因讲警察大人。好，啊，国民党政府来说变警察，六一级啦。啊，愈尾啊，就变警察啦，变较细。咱车就较大只，都车四轮的。车、脚踏车两辆的，哦，伊就较少食吼。啊，警察啊嘛，较少买，吼、哦。啊，买连警察都不是哦，变地保安，吼、哦。过来，佮连地保安都唔是讲合作，派合法派遣的流氓，吼、哦。啊，所以这一代不如一代吼、哦。所以呐，咱民政府之前，咱一定爱甲即个咱政府即个公告咧。公告人员跟着在微信来建立起来，哦，咱好啊，服务人民，莫阿只阿袂叻吼，真侪警察是阿袂只阿袂叻哈，所以可能看做袂起的。啊，日本时代因有日治时代有理藩事业哈，啊，咱民间即将嘛爱新的理藩政策，因为迄外来遐中国人哈，对、啊、个，你唔捌如果兼无卫生者。我们要给他教育，我们要给他当人看，哈、哦。这引用马英九讲的话哈、哦。啊，这刘鹏政府今年一月十四选举哈，咱来做一下检讨哈。好，咱本土台湾人去参加迄个投票，代表什么意义？当你到迄个投票所，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干领选票。咱就输伊啊！好、哦，你就承认讲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是中国人啊！因为你提中华民国身份证去甲领迄个选票，吼、哦！啊，你伫自由意志下，你投票，结果投出689万票多数。啊，你马英九是讲伊要终止统一的人，啊，等于恁国民投票只是讲要含阿强啊统一俩，好、哦，等于安尼意思啊，好、哦。好，啊是安怎？蔡英文是打最一条美国的红线，那美国也无支持蔡英文，等于去支持迄个马英九。伫选前，一直美国派前的一挂官员来台湾，哈、哦，讲要予中华民国免签，要入美国。结果就是因为蔡英文伊去美国，去年九月去美国访问，甲美国讲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哦，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回来台湾了，结果会话在伫高雄市的乐港讲演讲的时，伊煞讲安尼啦。哦，中华民国是台湾，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我来作者啦，即等于甲台湾合法归还予中华民国。哈、哦，本来中华民国无台湾嘛，伊是来寄居伫遮，来暂时来遮。依据麦克阿萨的迄个命令来统治
管理台湾嘛。啊，你即摆煞甲所有权转互伊啊，本来是敢若有地上权俩，管辖权，你即摆连所有权转拢互伊啊，这就蔡英文踩到美国的红线。比如讲，那你把美国放在什么位置啊？美国是牺牲多少美国大兵，多少飞机被打下来，多少船舰被击沉，好、哦，花了多少的钱，才把台湾当作我美国的抵押品，好、哦，还有包括琉球，啊，琉球是因为那个抵押金哦，3亿2000万已经付了，日本政府付了，所以美国就把琉球还给日本政府，台湾还没有付这笔战争债还没有付清呢、啊。那、啊、你就要给我直接过户给中华民国，当时踩到美国的红线，啊，好，啊，国际战争法的帖子，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我们台湾这块土地还是日本天皇的，不得移转啊，啊，流亡政府跑到台湾来，也不能就地合法，啊，你刚刚讲的这些，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就已经把流亡政府就地合法了。这是国际战争法的帖子了哈。OK， 那个为什么要帮助马英九啊？就是那时候刚好伊朗在发展核武，还扬言要封锁霍姆兹海峡，还有那时候刚好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日刚好过世啊。那因为美国需要带两岸稳定了哈，马英九是。中共跟美国可共同可以接受的人员，因为美国他现在的实力他自己讲，他只能在全世界发动一场大型的战争，还有一场小型战争，他不希望同时发生两个大战争，所以在伊朗的那个可能要跟伊朗打仗的时候，他不希望或者是北韩领导人会如果刚过世会战乱哈，搞不好会对外攻击打南韩或日本，所以美国希望台湾海峡稳定哈。所以他才会去支持马英九。好，台湾是不存航空母舰，他这麦克阿瑟讲的哈。那么现在马英九是在鼓吹我们反日反美，他用美牛事件来让我们台湾来反美，还有利用马基奥，还有那个有记忆什么啊？哎，日本人打那个司机，好，那个来让我们来反日，这是。他故意要陷我们，我们有友好或者对台湾的前途有关键这些国家，来让我们跟他唱反调啊。其实马英九他会联共来制台，那我们为什么不联合美日啊？就是美国嘛，我们还是美战嘛哈，所以我们要联合美日来抵制马英九。OK。还有我们常听人家说，哦，现在中共经济起飞，他买了很多高科技的这个船舰，发展很多高科技的武器。你看他们现在也有航空母舰，可是你看中华民国的航母，苏联、俄罗斯拒绝卖他这个 YS 啊，这个拦截锁，连一个拦截锁他都没有办法做的国家，你说他有多先进啊？他的武器有多高科技啊？这种骗人。因为高科技武器的基础的金属材料你都没有办法生产，像那个发动机，飞机的发动机，现在中共的比较高科技的高尖端的那个飞机战斗机都是苏联的发动机，他自己做的发动机飞上去只有飞800个小时他就要下来拆下来大修。那美国他那个韩战那时候的飞机啊，它就可以大概10000多小时，它才需要大修，那就是表示人家科技有多进步啊。那这棵树是成功大学那一棵大树啊，就像一个国民党，它扎根扎得很深在台湾，它各种网路啊，黑白两道啊，包括它的条啊，它声称侵入在我们本土。吸收我们的养分啊、哦，就是敢抽水的，敢压榨哈、哦，结果他自己养的肥肥胖胖啊，所以你说那个《自由时报》啦，或者《大话新闻》啦，逃给来台开杠，他们在骂国民党，就好像只是在修他的末端的枝条。
对他大树本身没有什么影响。那我们台湾民众就是利用法理来挖他的根，要把他挖倒啊。我们根据国际法理哈。OK， 好，我们美丽的福尔摩沙很漂亮哈，对，很漂亮的台湾岛。很可惜，我们一直在做人家的基地。荷兰人来，我们是他的贸易基地。好，那郑成功来，他是反清复明的基地。那中国人来，要复兴基地，要反攻大陆的基地。到现在还是，好，你看这么漂亮，可是很可惜，这是九鹏飞弹基地。我们都一直在做人家的基地。包括日本人，我们是南进太平洋的基地。如果日本没有台湾，他没有能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因为他要靠台湾生产的粮食来供应那个补给线哈。啊，所以我们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民政府执政，我们要只有大家一起来努力，共同来创造我们美好的台湾。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자기레기레혹은4분쯤